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双啊。我现在已经离开波密了，准备去那个林芝，但是呢，车走了一段，这个轴承啊，又开始响了，不能再坚持了，坚持也太危险了。我之前买了一对轴承啊，买了一对轴承，咱们现在就在这块属于藏王这个观景台啊，在藏王观景台，这面有这个铺装路面，还挺好的。比较干净，咱现在马上把它拆开看一下，把轴承换了吧，不敢再坚持了，再坚持很危险了，响声越来越大了。现在拿扳手，现在把工具已经拿出来了，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拆车，拆轮胎。现在还不知道，关键现在这里边什么情况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这我这个工具箱，啊，这点东西啊，对呀，我这啥？我这什么东西？是松。松吗？啊！我说它嘎嘎响。不行了，拆吧。我说你，我在后边看，怎么看你崴来崴去？还好这边，那前面就是马路318，它路就这么窄，还好这边有个停车的地方。对，啊，这边人家再往前走就完了。本来应该是一个饭店，好像是，正好关门了，正好这门口正好我们停下来，要坏在路上还麻烦，坏在路上还麻烦。干嘛玩啊，放外边碍事吗？看吧，这咋卸的？哥我不知道呀，你这问我，你专业老司机，你问我。不行，我整不明白，反正现在是矿了。我去拿点找地儿。这个亮点的，朋友们，原因找到了，看什么？这轴承搁里头滑套了，这个里边这个外圈这个套子跟这个东西。大双有一次和你发脾气了，这滑套了。回头我帮你弄它。滑套了。感谢迷王。哎。真的是，嘿，哎，真的是，你看这有是吧？哈哈，啥没有？啥东西都没有。我知道它有点套路了。啥都没，啥？换新的了，换新的。啥没有？还有配件。哦，这风，哎，你们看这风。这东西一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呢。一不一样，还不知道呢。一不一样啊？到哪里了？到还在波密，刚刚出波密，然后在车开了没多久。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，这螺丝怎么干下来？这个螺丝呢也有办法敲下来了，带上螺丝，然后把这螺丝柱敲出去。啊，你看，再来一下，差不多就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。很容易就敲进去了，是吧？很容易就敲进去了。
就是少了那个螺纹边上吗？对呀、啊，就少了螺纹，有这牙它搁里头不转。啊，也是没有牙的呀。它没有吗？没有，牙很轻。啊，它可能就是时间长了。对，试试吧，就这么干了。对，就这么干了。杀猪砍屁股就定了，这么干。不然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你没有别的好办法。啊，先把它砸下来。对，全砸下来。乐呵，安是安上了哈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用电焊焊上不行、嗯，不能用电焊焊。哪这哪有这个电焊焊的？这，你看，自己就掉了，就这个松。这个松里头加点东西呢，先试试吧。我估计，拧上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拧上应该没问题，先试试吧。先试试。现在呢，把这新轴承下去了。用旧轴承把新轴承打进去，然后旧轴承也拿不来了，准备把这个套子看看能不能打碎，试试。没别的办法，还得转个圈，刚才那个印儿，就这个印儿，是碎了，碎了吗？炉刀干碎了啊，炉刀干碎了，不行，这招不行。这个太硬了，它干不碎。把那个，旧轴承已经拿出来了。然后下这个，下这小轴承是用这个下的。现在咱们要把这个往上按，打点油，打点黄油往上。现在已经把这个，哎，本来是不想拿刹车卡钳的，他没办法，刹车卡钳拿掉。现在有一个大轴承，内套哈，已经可能是过热了。不怎么整的，现在把它卸了，给它轴承固定住了，粘住了，想办法把它掏出来。秀才手上拿的什么武器？冒蓝火的哒哒哒。起来了，很强，你气人吗？你看这，气人不？哎呀，气人不？还行。纯手工打的。把前面俩字去掉，以后就叫六六六。哎，对，喜羊羊说的对，以后就叫六六六。省得天天来占我便宜。大双的车是百宝箱，对。每次拿出东西来都惊到我，知道吧？来的时候，那个电焊机都有，真把我惊到了。现在新的轴承、新的轴套都已经安上了，基本上是差不多了。把这个保护这个，防止脱丝的东西给它安上。一个螺丝帽，螺丝外边的一个像个笼子一样把它包里边。全剃了，对称。又开始嘚瑟起来，哎，又可以嘚瑟去了。我告诉你为啥把这放里头哥啊，因为我钻里头拧它的时候怕它这个千斤顶突然落下来啊，正好挡着点，好支持点，能保一条命。哎，你气人不？修好了你这气人不？真气人，你居然能把它修好，你说你这事闹的，我都准备在这露营的打算了，搁这修它五六天哈在这儿睡觉，要是真修不好，那也没办法，也只能在这儿睡呀。哎，主要大双演技不行。你说你修这么快干嘛？是不是多好的素材？修五六天哈。对呀，修个五六天。我去溜了一圈去试试啊。演技不行。溜了一圈，跟人家等我啊，兄弟。你不会跑了吧？我往哪儿跑啊？我哪知道？然后让我在那里死等。然后你到林芝了，给我发个位置，来吧，大哥，是吧？啥老婆都你汉子个人，还得去溜一圈。你看，这就像把我甩了，就连路就甩人了。朋友们，换好了，
我下去搂一圈，搂一圈试试。你帮我放路点，我现在不是。好嘞。现在这个轴承已经好了。哎呦我去！擦一下。再倒点儿，嘎嘎地了，哎呀，这灰呀，哎呀，弄我一脸。嘎地 ，OK 了，朋友们，感谢。咱们又继续可以赶路了啊，去那个林芝看桃花节去。